期都有在线播。什么愁吃不了，什么愁忘不了。那是很甜的。我不唱了，我给你吃肚子。新年发大财，同事们，明年再见。这次呢，主要是跟大家一起吃饭，因为上次过年的时候，后桌有点卡片，卡片其实是我要给大家做一顿饭，但是由于各种因素吧，做这个饭是比较麻烦的，所以说我选择请大家吃一顿我最爱吃的火锅。那你今天做一个服务员？我是请客的，不服务了，这个服务什么关系啊？我服务你半年了，你服务你？好，我服务大家。现在由我给大家点餐，点个涮肉锅配吧，不是不涮肉，鸳鸯锅配吧。鸳鸯锅番茄是一定要有的，然后再来个辣锅，清油麻辣，经典的。经典麻辣锅吧，好吧，一个番茄，一个经典麻辣。你们有想要吃的吗？我要吃冬瓜。等会儿你看一下，麻辣滑牛肉。好的，脆脆毛肚。好，可。鱿鱼靴。可。因为我看出你的可，知道吗？是的，不管你们都懂你。我的小郡肝。我。你又看出了他的渴望。一盘吃不够的内蒙草原羔羊，怎么那么吵呢？内蒙人，再来两盘牛肉，再来一盘牛肉，再加刚才那个四盘肉就够了。好，下单去吗？首先为我们的友谊干一杯！干杯干杯！好，新年快乐，明年继续加油！好，那年会领导发言。有什么问题？提问吧。如果过年能回家的话，你打算做什么？我估计啊，我如果过年回家的话，我可能跟我们这边发小每天吃。过年回家有点害怕长辈问你什么问题？还好，我们家倒没有催婚的人，我们家从来没有婚。不想了解娱乐圈的八卦了。娱乐圈的八卦。娱乐圈不行。没生意。像郭艾云都很八卦，因为他们平常就是那种。就是村子里最强的那种情况。东北的，东北干啥？东北那边应该很好玩吧？可以。也差不多，但是我们要早早的去吃。挨家亲戚呗。去拜年。我们家就是，反正去了以后见到爷爷奶奶就磕头，是吧？然后磕完头给伢子钱。你现在是接收别人的钱呢，还是不是交给别人家的钱？我现在属于一种边收边给的状态，就是收支平衡。嗯，挺好的，就基本上就是持平的。我奶奶会给我发压岁钱，但是我那小外甥女儿就要让我给她，她能发压岁钱。孩子有这方面需求，你不能不满的时候，那比如我奶奶给我发一千，我就给他们一人二百，还能赚给我们。我今年不知道会不会让我表演节目，但去年是不知道。比如说我们当时有什么跨年晚会啊，这种团里开始跳舞，他会让那些奶奶、什么叔叔阿姨去看。然后我奶奶说：“哎，可不容易回来了，给他跳一段。”你知道吗？我又不是跳舞挂的，这就是刀架脖子上了，你知道吗？就不得不跳了，就随便跳两。我奶奶越看越不是那个味儿。2022年最想做的事是啥呀？这个也能算吗？我想去玩一次。我想什么帅我演什么。现在我想就是我一定要演什么都帅。真不错，真好。Cool。 什么愁吃不了，什么愁忘不了，向前走就不可能遗忘。再唱一遍，太难了。唱一下啊，我不唱了。朋友们，今夜的夜空湛蓝，今夜的星花灿烂。
在海底捞的苍穹下，我们辞别二零一六，我们辞别二零一二，哎，我们辞别二零二一，迎来充满希望的二零二二。愿美好的歌声与祝福伴随朋友们新的一年的每一天。这世界除了生命永恒、岁月永恒外，还有我们这么长啊！最后，让我们一起高歌，明天会更好。各位领导、各位同事，今天的联欢会到此结束了。祝大家身体健康、工作顺利、事事顺心、阖家欢乐、新年发大财。同事们，明年再见。